刻画着我的眷恋，与回忆漫步头城小镇，眺望着龟山岛城西和潮汐相连，变化万千，在港澳的蓝天遨游天际飞，拥抱整个夏天。透过音乐 MV 的呈现，相信观众朋友一定对头城有更多的认识跟了解，甚至启动出发观光的念头，因为连在地人都觉得很感动，甚至还有许多景点想要去看看。而这也是公所发行相恋头城 MV 的缘由。看过 MV 之后，发现 MV 里把头城拍得更美、更浪漫，而且更多景点可以去。对，还有更多地方我们都没有去过，更值得我们来一趟。我们相恋头城这一首歌，最主要是把头城整个所有的这一些景点都全部连接在一起，要来让我们整个啊全国的朋友来探索我们开南第一城别墅。甲咱开南第一城别墅吼，甲咱开南第一城的这个故事，我们经过啊洪忠先生哦不断揣摩以后，伊不断甲内底诶一寡编曲也好，把甲一寡制作拢用入去哦，后日啊也后咱所有诶这个啊浪漫的诶曲调。那么我们也为了这些歌词，总共开了三届会。哦、不断地把头城的叙述写出来，更加在 MV 当中我们也修改了三次，所以我们是真用心来利用这条歌。透过歌星艺人洪忠的用心制作，还有公所员工的配合演出，融入丰富的头城元素，所以代表会主席杨碧春极力推荐游客一定要走访头城这座快乐的城市。全国的好朋友来到头城哦，你若来到头城的时阵哦，你若要讲爱情，就一定赢。所以讲，相恋头城哦，你的感情一定赢，办事嘛一定赢哦。你这样来感谢各位，欢迎各位哦，一旦来头城佚佗，来头城听歌，来头城哦，有真侪小吃哦、小吃，佮真侪文化，是一个一旦讲未来是世界上快乐的城市。想要欣赏完整的相恋头城音乐 MV 吗？只要连接公所的网站就看得到。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道。